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上我个手好空啊，所以有少少咦，原来系咁噶，因为真系自己一个嘅时候，原来系咁，我唔习惯，因为平时都系我自己即系凑三个啊嘛，系啊。咁会唔会都觉得可能有啲 me time 或者自己放松咗？唔
慣啊，反而係係啊，即係我永遠都係中意一家一齊嘅。但係同時間我亦都好明白咧，人係一定要有個 balance 嘅，即係除咗family life 之外咧，你都想 balance 翻做一啲滿足或者提升到你嘅心靈啊、你嘅思想啊，同埋對社會有貢獻嘅嘢，甚至係可以俾到小朋友係有一個好好嘅榜樣咯。因為我覺得在这个世界上呢，其实做很多事其实是得来不易的，是应该要努力和用靠自己双手的。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你都要有自己的能力咯，要懂得照顾自己，那这件事就是你的 superpower 咯。你不如说想跟你一起努力？没有，因为他们可以去妈妈那里，那么妈妈那里呢就很好玩的。好玩過在我哋屋企，因為在我屋企咧，我就會唔係好俾佢哋食甜嘢啦，食生果、食水果啦，食菜啦，唔准睇電視啦，咁要做功課啦，又要學好多嘢啦，即係同我一齊喺屋企，咁所以佢哋去到嫲嫲嗰度就可以好放縱咯。你都可以做曬。所以佢哋就話：媽咪啊，你係咪走多幾日啊？係。今次留在香港，我想是可以说一日半，是不是很刺激啊？是啊，很刺激。啱啱今朝话，今朝落机到而家，咪有冇惯唔惯？你还是都咪好兴奋啊，定系好精神嗰啲？而家有 adrenaline 系即系咩啊？有。唔係啊，即係有嗰、那個 ，anyways， 而家有 adrenaline， 所以好精神。但係啱啱落機嗰下，我就諗乜？咦，有啲眼瞓喎。係。咁嚟緊咧，你係咪有計劃想唱歌啊？其實一直咧，我自己都好中意唱歌嘅。咁大家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，其實我入行做歌手到而家咧，我係創作過13首自己嘅歌嘅。但可能好多人都唔知嘅，因為我冇大聲去宣揚或者乜嘢。咁呢個係我一個興趣嚟嘅，我中意作曲，我中意作詞。咁我有好多課啊，咁所以我仲有係有一首係特別想將佢推出嘅，因為係我覺得係啱而家呢一個時候咯，係好鼓勵性嘅，咁亦都我覺得係啱時候可以出歌咯，係。都係自己寫嘅。自己作曲咯，咁詞我就覺得要花太長時間，我就會揾人填咯。係，但係我知道嘅意思係點樣。因為有13首歌，有冇對啲小朋友聽嘅歌？佢哋係咪叫做唔睺我啲嘢嘅？我俾佢睇我啲電視劇啊，俾佢聽我啲歌啊，諗住佢哋可以學廣東話，因為其實好多小朋友中意我啲劇噶，中意我啲歌噶，咩《彩雲國物語》啊，《動物橫丁》啊，即係嗰啲兒歌咧。但係我啲女咧係仔啊，都中意 Blackpink 啊，中意 Coldplay 啊，即係中意啲好 rock 好好快。好有型的歌咯，咁我嗰啲太慢啦，佢覺得悶。你都出手叫唱歌係咪？其實諗緊嘅，係啊，都想嘅，係啊。阿 Jenny 嗰陣時聽嗰啲有冇學佢哋啲步啊？佢冇學，但係咧佢睇嗰啲 MV 咧，佢突然間就會跳咯。咁跟住你就會，我就會見到佢，跟住我有少少叮一叮，我覺得，咦，好似有啲 talent 喎，喺呢一方面，可能都似我細個。有冇俾佢學多啲啲中文嘅跳舞啊、唱歌啲嘢玩啊？暫時做運動多，因為我覺得運動係一個好好嘅生活習慣，係會令到佢哋將來咧思想上。體力上個 body 都會長久的健康咯，所以我是灌輸緊佢哋做多啲運動。喺度同佢做生日。啊，眨下眼佢7歲，我望住佢，我好唔捨得，因為時間過得好快，即係佢變咗個少女咁樣啊！佢有時講嗰啲嘢，我都覺得佢好。好大個咯，冇咗個 BB， 但係好彩我仲有一個 BB， 仲有 Annika， 係啊。係而家第二階段，整下啲化妝嘅。佢有幫我噶，佢有幫我化妝嘅。
同埋佢有幫我揀衫啦。我覺得佢好叻啊，因為佢襯色啊同埋襯衫嘅配搭咧，係叻過我10倍啊！我係冇乜 sense 嘅，但我個女咧係襯啲嘢咧好有型，係啊。聽落去佢係食啲學大嘅人嚟㗎。我覺得佢可以嘅，即係如果佢揀選嘅話，但同時間我亦都覺得佢係一個好 clever 嘅一個女仔嚟嘅，好 intelligent 嘅，好叻嘅，其實佢好醒目嘅。咁所以我覺得佢做乜嘢我都覺得，我相信我 I believe in her， 我相信佢會好成功嘅。即係你成日話佢加拿大出去嘅地方，咪都成為景點啊，大家都。我想是初結婚的時候，因為新聞很surprising， 所以我的家呢就變成景點，但現在已經大家慣了，但反而現在是我每次出去呢，我很平淡地做一個媽媽，我老公又是，但就會被人拍離遠影，拍了我自己都不知道，然後可能他們會放上網。我多謝他們這麼留意我，也都這麼欣賞，或者所以才拍啦。但係同時間我都想有多少少私隱咯。但佢有冇嚟？係咪離遠啫？有冇或者走埋嚟一見到你想同你可能合照？離遠嘅通常，即係有少少偷影咁樣。Okay, 好 ，thank you。阿住，多謝，多謝，我今日識咗你，好難出嚟。